我就是堂堂的北胜帮的大掌包李记。虽然毛病挺多，但是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怜香惜玉。姑娘，你要是听话，那什么都好说；你要是跟我对着干的话，我可什么都做得出来啊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杀我。看把你吓的，看把你吓的，我能杀你吗？我这心疼还来不及呢。姑娘，你吃点饭啊，听话，我可不喜欢受女人。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晚上的考虑时间，好好想想啊。谢谢杜老板啊，哎，再见再见啊。不谢不谢，谢谢啊，嘿嘿，多谢。走，走了。走啊，杜老板。提醒杜老板。哎呦，刘署长啊，二位怎么有空到我这来转转啊？有什么吩咐尽管说，我一定照办啊。杜老板，我们刘署长啊想跟你做笔买卖。是进货呢还是出货呀？进货。刘署长想进什么货，尽管吩咐，只要我杜国文能办到。人。人。嗯。二位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这里是正经买卖，从来不做人口买卖。杜老板。你是在这儿跟我们刘署长好好谈呢，还是跟我们回警署到警署谈去？哦，来来来，好说好说，来来来来，哎，里边请啊，哎，来来来，请请请，哎，上茶，上茶上好茶，哎，来来来，里边请，请请请，哎，掌包的。掌门的，嗯，掌门的，大哥来了。嗯。哎呦，老大来了。掌包的，小秀才上午到我这儿来了。坐。哎，坐。掌包的，你认识的那个雪琴姑娘被绑票了。她被绑票了？谁绑的？现在还不知道。小秀才说，他现在正在调查，让我们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这个小秀才，咱跟这事有啥关系？难道咱十三行是专管赎票的？张宝的，现在不管咱们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，警察署的刘署长现在已经怀疑是我们十三行做的。啥？这真他娘的是裤裆里刮旋风，简直是周球嘛！他怀疑的有道理啊，现在的山头里就属我们最臭。要是他们硬说是我们绑的，我们也说不清楚啊。哎，这土匪当的，啥好事咱都捞不着。就是，啥屎盆子都使劲往咱脑瓜子上扣。哥，咱不能受这种窝囊气啊，你得想想办法。张包子，咱们得想想办法。智勇帮现在已经是树倒猢狲散了。红枪会呢，没有胆量跟刘署长叫这个板。到底是谁绑的雪琴姑娘呢？不用说了，是李记这个王八犊子。真是养虎为患呢。对了，你要准备一下，刘署长让你明。看来这一票我们是必须要抢了。作为柳子，李记绑这个女人是再正常不过了。
可是为啥要让我们来赎这个票呢？只有李记知道咱的底。雪晴姑娘这个人，无非就是刘署长的外甥女儿。可是作为警察署的刘署长，他说怕激怒李记，担心雪晴姑娘的安全，怕李记撕了票，所以才找到了咱们。这个刘署长一定有问题，应该说他知道谁绑了票，可是为啥又放出风来说是咱十三省干的呢？想想得好好的想一想。张宝的，你怀疑其中有诈？不是怀疑，是肯定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砂锅倒蒜，一锤子的买卖。掌包的，雪晴姑娘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啊？你把耿掌包叫来，只要他说话，我就嫁给你。把他叫来。这是我李记的事儿，我找他干嘛？啊？他是我朋友，他答应要保护我的。他保护你？啊？哼！他耿三儿也是从强抢民女、霸王硬上弓过来的，那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不可能，耿大哥不是这种人。是你了解他呀？还是我了解他，啊？我跟耿三儿可是吃过一个锅里的饭，睡过一个草窝子里的哥们儿。他也是你朋友？这朋友不朋友的我不说，反正我告诉你，我说我明天要成亲，他就得立马给我送份贺礼来，你信不信？啊？我不信。只要耿掌包在，我谅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雪晴姑娘，我告诉你，我李记做的事儿，他耿三儿还真不敢管，除非他犯浑不想混了。掌包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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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包的。你这是死爹了还是死娘了？叫什么叫啊？掌包的，外头有人闯进来了，兄弟们没拦住，他进来了。你们都干嘛吃呢？啊，随便放人进来那不就崩盘子了吗？咋会呢？我耿三儿咋会提你李掌包的盘子呢？哟，耿掌包的，稀客呀稀客。我说我今天这眼皮子直跳啊，原来是有人惦记我。哎，怎么着？咱们俩是喝茶呀，还是整酒啊？别客气，我啥都不喝。出去。哎呀，这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。老大来，可不光是为了看我吧？我听说，你绑了个女人。他长得啥样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事儿你都知道了，你这耳朵也够长的了啊！在赵院的地面上，你说我啥事儿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哎，你绑的这个女人，她长得漂亮不漂亮？当然漂亮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比你老大的压寨夫人，比我的压寨夫人漂亮是吧？哎，不不不不不不不。比不上老大的压寨夫人，但也不差。那还等啥？让我看看啊！好啊，这边请，请，请。掌包的，看见了吧？这就是我未来的压寨夫人，我李记的老婆。
耿大哥，雪琴姑娘，耿大哥，你快救救我，救我出去啊！叫什么？能救你的人是我。李记，你咋把他绑了？你知道他是谁呀？当然知道了，他叫雪琴，刘署长的外甥女儿，县医院的护士，小警察的相好。我听说你们俩还认识。哎，他不会也是你的压寨夫人吧？啊？李记，我告诉你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少跟我扯淡！你那点花花肠子，你别跟我玩。我跟你说，这里边干的没有，湿的也没有。你把我当兄弟呢，我敬重你。你要是搅了我的好事儿，我可跟你翻脸。甭跟我说废话，我什么都不想听。这个女人我肯定不能给你。这袋子里装了30块大洋，够你买几把德国皂的。收下吧。耿三儿，你忘了我是谁了吧？我不在乎钱，我只喜欢女人。你赶紧把它给我收起来，回去给你老婆买两件衣服穿，啊！这是刘署长给我的钱，我收了他的钱，我就该替他办事。明说了吧，我今天来是赎票的。你凭啥替他赎票啊？就凭他给你的30块大洋，你就那么有把握从我李记身上把人领走？哼，耿三儿啊，你醒醒吧，我这可没有让你做梦的地方。李记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我身为柳子，闯荡江湖，结交四方，办事总得留个后路。抢大户砸响窑，没人敢管。可是，还从来没听说过哪家柳子敢跟官家作对的。那个刘署长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这件事儿，也不是你抢一个女人那么简单。兄弟，信我吧。给我进去，把钱放下。让你那把枪放下！把他的绳子给我松开！我他娘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？松开！雪清姑娘，你赶快走，还愣着干啥？赶快走啊！哦，
跑了。告诉兄弟们马上给我追。追。记住。只准朝天开枪，不准伤人，枪给我放响点。是老大，走。醒醒，醒醒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咋了？受伤了？那你没事吧？我这把骨头禁得住摔，不像你细皮嫩肉的。伤着哪儿了？我看看来。嗯，是这儿啊，这可咋办？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哎呀，我哪知道是在哪儿啊，深更半夜的，哼，北胜帮这帮王八犊子敢对老子下黑手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们。你怎么又讲粗话了？哎呀，连命都差点没了，你还想当大家闺秀啊？嗯。哎，冷了是不是？哎呀，这林子里啊不能久留，这夜里寒气重，咱得想想办法，找个暖和的地儿啊。伤着骨头，过几天就好了。我给你包一下伤口。我自己来吧，看你毛毛躁躁的。哎呀，别动！没看见还在流血吗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动啊，这血要是流光了，别说李记那个王八犊子，就是熊瞎子看见你呀，他也不稀罕你了。好了，乖乖的在这坐着，等天亮了，咱想办法出去，啊。哎，你可别这样看着我啊！我可不是啥好男人。今天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就没命了。你救了我一回，我救了你一回，咱俩扯平了。没扯平。为啥没扯平？因为你曾经答应过我，你欠我的，一辈子都还不完。你还当真了？我告诉你吧，咱俩各就一回，互不相欠。一个男人有必要这么跟一个女孩较真吗？那你还想干啥？摔摔丢丢，金戒指。当家的回来了。大哥，你咋来了？秦姑娘，掌包的让我告诉你一声，今天晚上他在北胜帮喝酒，不回来了。
早点睡啊。真的假的呀？你别骗我啊。我骗你干啥呀？我这不刚从那边回来吗？男人们在一块儿啊，难免要多喝几杯啊。别操心，睡觉。那女娃子救出来了吗？哎，救出来了，已经送回家了。你关门睡觉。瞎子，熊瞎子，熊瞎子对血腥味很敏感。刚才你在路上流的血，肯定是让他闻到了，他跟着过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别怕，我耿三儿从小就在山里打猎，这种东西我见多了。我告诉你，待会儿他要是找进洞来，你可千万不能喊。不能让他受到惊吓。这熊瞎子要是受了惊吓，那可比受了惊的马还厉害。要是让他派上你一招，你这小脸蛋可就完了。是吧？我能有啥事儿啊？我要是有事儿啊，站在你面前呢，那就是熊瞎子了。好了，来，好好的歇会儿啊。没事了啊。耿三儿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刚出来啊。哎呀，你可吓了我一跳，我这一睁眼啊，人没了。我说你要是丢了，我可不好交代啊。哎，咋样，伤好点了吧？嗯，我没什么事，好多了。嗯，来来，你又救了我一次，算我欠你一次。你拉倒吧，你只要不烦我，我就烧高香了。哎，你傻乎乎的站在那儿想啥呢？
不会是山洞里睡了一宿，睡出心事来了吧？我就想出来看看被你打死的熊瞎子。看熊瞎子？你的胆子挺大，你不怕他活过来再把你给吃了？怎么会呢？你看着我干啥？你知道吗？知道啥？你啥也没说，我知道啥？算了，以后再告诉你吧。雪晴姑娘，你的腿要是不疼了，咱就回去吧，省得让你舅舅担心，啊？嗯。走。怎么伤成这样子？谁弄的？我没事儿，舅舅。都伤成这个样子，还说没事儿？他比我伤的还重呢。谁呀？耿三儿。昨晚去哪儿了？昨天晚上和北上帮的兄弟们一起喝酒，喝多了，太晚了就睡在那儿了。我咋没闻到酒味儿啊？你咋不信呢？你当我傻子啊？别叨叨了。你和那个姑娘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芬子，也就是说，耿三和李记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春子，啊，哎呦，我在问你耿三和李记的关系。嗯，耿三儿是被刘署长强迫去北胜帮救我的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难琢磨。不过土匪之间反目成仇是经常的，何况这两股柳子真假难辨。他有没有感觉你被李记绑架是故意安排好的？没有。嗯。你可以继续跟他们来往。嗯。不过千万要小心啊，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。戏呢还是要演，但是不能演过。耿三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你只要给他一粒米，他就能联想出一片稻田来。正因为耿三是聪明的人，所以我才想用这种冒险的方法对付他。我记得老师说过，猎手和猎物之间是无法对话的。聪明人对付聪明人可以展开奇思妙想，但是聪明人对付傻瓜往往则无法展开想象。你是不是又想出什么好主意了？我觉得是该和耿三儿摊牌了。当家的，当家的。嗯，你叫我呢？想啥呢？没想啥。没想啥？不会吧？自打你从北胜帮把那女的救出来以后，就跟丢了魂似的。你又动啥心思了？瞎说啥呢？那女的我见过。人长得挺俊的，人也挺好的。我要是男人啊，我也动心。
你瞎叨叨啥？该干啥就干啥去。看看，心乱了吧？骨头痒痒了吧？对，我心乱了，骨头痒痒了。你还别激我，说不准哪天啊，我就把他抢回来做小。赶你！心乱了吧？啊？那女的，我见过。人长得挺俊的，人也挺好的。我要是男的，我也动心。干啥？只许我说，不许你想。干啥？南阵风把您吹来了，掌柜的，好酒好菜，尽管给老子上，都给我送到雅间来。哎呦，这可对不住您了，雅间有人了，让雅间的人给我滚蛋。这酒还不错啊。哎，耿大哥，尊二脚先来后到啊。哎，吃牛肉啊，来来。让我跟你说第二遍吗？啊，你信不信？我把你这铺子给你烧了。信信。看啥？滚，都给我滚！老板，这菜不要了。哎，别走啊！你太过分了。干什么了？酒设菜，哎，耿掌门的菜马上就好。姑娘，还生我气呢？你就是太过分了，说话难听，做事鲁莽。你到底是江湖英雄还是地痞流氓啊？你真想管我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？好，不说这些了。姑娘，你咋想起请我吃饭了？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你救了我，我请你吃顿饭。你不是有啥事儿想让我帮忙吧？没有，我就想请你吃顿饭。我跟你说，我耿三啊，直来直去，不喜欢绕弯子。你要是有啥事儿就直说，在赵元城里，没有我耿三办不成的事儿。知道这是啥吗？这不是一块牌子吗？牌子？这是勋章，是勋章，知道了吧？知道是谁给的吗？渡边太君，这是渡边太君赏给我们十三省的。我耿三有了他，赵元城里谁都得给我三分的面子，就连叶永年他也得给我留点面子。留下柴蛋，
女扮娼，扮尽寒阳，度春秋，守着竹篮叫声浪，守不住篮，你就把我丢。你走，这是干啥？他娘的，我咋睡在这儿了？挡老子的路！给我别动，把枪都放下。雪琴姑娘，赎罪的机会可能会不好听。耿大哥，算你帮我个忙。你们又是动刀又是动枪，就是想请我帮忙？你答应过帮我的。你到底要干啥？我要警署运来的那批武器。武器？一个姑娘家要那玩意有啥用？不是我要，是我们。你们？我们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人物。你怎么又讲粗话？
你这是想把我往大牢里送啊？啊？可是你答应过要帮我的。我是答应过你，可是我没答应你，我不要性命。道上的人都讲规矩，我觉得你也不应该例外。你错了。我耿三儿最大的特点，就是既能当君子，又能做小人。我跟你说吧，在三诏地区有个规矩，你知道不？什么规矩？哼，谁的东西都可以抢，唯独日本的东西你不能动。你是一个连开拓团都敢打的人，你还怕这些吗？姑娘，我从李记的手里把你救出来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。耿大哥，正因为我现在把你当朋友，所以我才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，你知道吗？要是我不答应呢？那我不敢保证，我的那些朋友不会来找你麻烦。麻烦？谁找谁的麻烦还不一定。我告诉你，渡边正雄让我帮他的忙，我都没答应。别说你那些小猫小狗了。姑娘，别站在那儿了，还等着别人绑票啊？你的那些狐朋狗友，要是真有本事的话，还用大爷我来抢你的票吗？